不需要挨饿才可以减肥，其实要减肥也可以吃得饱。你看，又有菜，又有地瓜，又有香蕉，又鸡胸肉，看起来这个分量是很大的。对。那其实我们用卡路里来算的话，这一餐大概是700卡左右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先从头开始，是慢慢想象自己的脊椎骨一块一块的往下卷，把脊椎弯到不能弯以后，膝盖往前蹲，两手摸地。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，锁定三立台湾台，健康有方，让您健康 N 次方。